阿泽，上场。这么多复习书，你看得完吗？下周要期中考啊，逃得过摸底考，逃不过期中考。怎么大学还有这么多考试啊？还要算学分，本来我就是侥幸才考上这儿的。要一起复习吗？我大学语文没怎么听，灿灿，拜托你了。其实我也没怎么听。那正好，一起复习。最近降温，小心别感冒了。阿泽，不用。串串吧，我们不是说好了期末考之前要一起复习的吗？走吧。宋子。阿泽，谢谢你。阿泽，林嘉泽，我上次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？抱歉。啊，没事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没有感冒吧？对了，你刚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我下午还有体育选修课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阿泽怎么可能会喜欢我？他不说出来，肯定是不想彼此尴尬。不过也好，这样还可以继续做朋友。哎，同学，电脑你用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好了吗？嗯，宋总，你要不要注册个邮箱？好啊。徐美丽好像跟我说过，只有一条小路。徐美丽。跟我来。徐美丽怎么会知道我们学校有一条小路啊？她和我说，这条路叫宝莲路。这就是宝莲路。不过他说这儿最近出了人命。阿泽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谁在那里？整天不好好学习，净想着那种事儿。老师，其实我们这位男同学，我看你也长得挺帅的，怎么内心会这么龌龊啊？大晚上的，宿舍门早就关了，你说你们俩跑这小树林里干什么来了？老师，还有你，这个女孩子要懂得爱惜自己，知道吗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你们俩要是搞出人命来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什么人命？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室友谭新义，这是我好兄弟林嘉泽。你好，我叫林嘉泽。那个小灿灿，昨晚你去哪儿了？我打了半天电话。我去自习了。自习？昨晚你们宝岩路又有两个人被抓了，你知道？他们是不是激动啊？都上 BBS 头条了，今天啊在 BBS 上挂了一天呢，还有照片。
算了算了，要不咱们玩国王游戏吧？啊，伯言，要不扑克？国王游戏怎么玩啊？就这些牌里有张大王牌，抽到这个大王牌的人呢，可以向另外一个号码问问题，抽到这个号码的人呢，就必须回答。嗯，我是国王，我选三号。三号是谁？三号不会是你吧？三号是我。那个夏三三啊，不对，林嘉泽，昨晚宝岩路上的两个人，你认不认识啊？喂，干嘛老提宝岩路啊？阿泽，老实交代。那你有喜欢的人吗？嗯，有。谁啊？哎，你懂不懂游戏规则？一次只能问一个问题。收牌。我今天中奖了，我是国王。四号，四号是谁？又是我，又是你。阿泽，这里呢，有没有你喜欢的女孩啊？有。